2022年的全家福袋，我们看到上面什么图案？帮我看一下。然后上面写的是“虎虎生风来进宝”。虎虎生风来进宝是一个词。对，是一个祝福词。我们可以在外观上面，我们看不出来有什么奖品，对不对？他今年设计的是用那个剪纸的花雕，他们有买，然后那个呢？今年全家的福袋跟莱尔夫一样，一包就是200块。对，今年大家好像都比去年贵了一点点。那我们今天谁要先开？我。那我们这次换弟弟先开好了。我们已经拿到剪刀要来开喽。好，弟弟你先开。弟弟福袋怎么还挡住了？这福袋。拿剪刀的时候要小心哦，小朋友如果还不会用剪刀的时候，请小心。大人帮忙。对，请大人帮忙。会用剪刀的小朋友要注意自己的手安全，要注意哦，不要把刮刮卡给姐姐切掉，对，你要小心。姐姐帮忙吗？好，可以了，应该可以用撕的了。用撕的。好，哥哥用撕的。好，这样真的好。哇，这么率性的直接打开。好了，那弟弟我们一个一个拿。好，那是。哦，还好你没剪下去。红包袋。再往前就剪到了。是什么？你们最爱吃啊！一只，你呀，对，你看，这个是什么？用纸的，对，上次的。哦，又是什么？我看一下是什么。方块是不是那个什么？那个是老杨的。我要吃的。你想要吃的是什么？转过来，彩虹糖。小朋友不可以吃糖果，汪汪。我想吃这个。没有吗？没有了吗？可爱的。什么东西？贴纸鼠！哇，贴纸鼠，车车的什么东西？是背啊，是背带，对不对？这是手提袋，手提袋，好超值哦，好可爱哦，这个可爱，这个很实用。是什么东西？哦，那个是什么？还有饮料，奶茶。可乐是的什么？可乐是的什么口味？红绿茶。又是一个大圆。还有巧克力冰淇淋。这个是孔雀饼干，冰冰箱很好吃。这是巧克力 cookie。哇，这个 cookie 是谁的？谢谢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好，跟其他刮卡具有一样。哇，是什么？好，姐姐也是。姐弟。包怎么样的？是牛肉汤面。牛肉汤面。不错，这个不错，带到那个露营可以，可以吃。这个。方块酥。一样的方块酥。可是我还有个咖啡。哇。这个可以，小朋友。这个厉害了，自然的。那是什么？我在唱歌的拍摄的。天竺鼠车车的衣服。我也要。这个。哇，迷你对，哦，这包难怪真的比较重一点。那是什么？哇，也是查理王。还有，哇，怎么是？好，我怎么不是巧克力的 ？Oreo， 是鲜奶口味的 Oreo。哦，感觉这包比较划算哎。这就是姐姐拿到的，哇，所以这两个比起来，他们价钱是一样的吗？可以算算看，它每一个价钱后面都有价钱。我们接下来开的是红包袋，这次换姐姐先开。哎，姐姐先开红包袋。轮流，轮流，好，好，打开了吗？打开了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开奖立即有奖，立即中奖的是什么？红蟹惠顾，再来现得
100哦，虾皮购物金，这是首次吧？现折消费满151块啊，折150块。哎，现新用户使用，哎、啊欸，开玩笑。再来就是什么异业结盟的全家好代餐，只要349块。看来这张里面最优惠的就是全家，就是肯德基了。好吧 ，OK， 耶、yeah, ，我们可以吃肯德基了。肯德基，换你的，可以吗？等你开喽，走吧，走吧。吃破了。好 ，OK 了，打开了。哎呦，哎呦，我看一下哦，你的是什么呢？一样明细会数，一样是现折150块。哎呦，它这个底下不一样，是玩龟字面的双人餐，优惠价319块。原价是417块。我们这两包都没有立即奖。那就以上就是我们全家所开出来的东西咯，那东西划不划算，值不值钱，有兴趣的自己去算，就剩下 OK 的还有 7 的，再期待我们下一部影片吧。你们最喜欢哪一个？你先说。这个好，弟弟一直 很想要吃那个彩虹糖，那姐姐呢？OK， 姐姐的两个天主车在袋子。好啦，可以用那个装水壶啊等等的这些。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哦，很好玩哦。